电信网络诈骗已经严重的干扰了我们国家的金融秩序。据局里的最新统计数据，电信网络诈骗呈几何式上升，这是一个受境外权威、境内有组织的诈骗团伙。 你要尽快查清在我是隐藏的这个电信诈骗团伙整个的组织脉络。伟哥，该撤的都撤了，只差魏少的。伟峰，想不想入伙？跟我一起多捞点啊！我同意入伙。 确保这次抓捕任务圆满完成。